大家好，从进入智能家居行业的第一天起，小米就从未停止过思考，未来的万物互联到底是什么？也许用意念就能指挥一切，可这离我们还是太遥远了。但今天我们再次向前迈进了一步，正式发布一指连小米 UWB 技术，它让手机和智能设备间有了空间感知能力，就像室内 GPS， 手机指向谁就能直接操控。我拿手机指向电扇，控制卡片会自动浮现出来，点一下就能直接开电扇。我们转向电视，同样很方便就能遥控电视。我们再指向米家床头灯，它不仅能够控制开关，还能自如地调节灯的颜色。最后我们听一下音乐，我还能看着歌词练歌。我们已经将一指连做到了厘米级定位，正负三度的精准度，不久之后我们甚至连指一下都可以省略。只要把手机放进口袋，即可实现无感开锁，未来就在眼前。